实话，我想着想着，我就是不服。我跟你说，卷毛蝙蝠万不服。实话，咱今天再玩一个输家四件套，还是这个良心。但是今天咱为了公平起见，咱统一都用这一只，中吧？哎呀，这回好，行吧？中，哎呀，啊，中吧？中啊！中，先从你开始。可以啊。上次刚从我开始了，这次还从我开始。你讲了几天？你听俺的。哎呦真是少嘞。你这也不中啊！哎呦，他嘲讽你！还能有多疼呢？你这个！到你了，哎呦，来，我就那位，哎呦，嘲讽我，服了吗？不服，哎呦。行了，哥，你听我，我听你服啥？听你妈去呀！你听我服？耶，服！你别激动，耶，服！我想着想着，我就是不服，给他。抖音。